阿木木加兔子是吧，两个双核，哇哦 EZE 玄，我操美滋滋，这 EZE 玄，这微博就说我操教练你会不会 BP 啊，老子选兔子加阿木双大战龙，你让老子开谁啊，我到底开谁啊，对面全有卫衣，你这选的阵容对面全有卫衣，我到底怎么玩啊，来了呼吸哥兄弟你得 C 啊，我给你选奎藏，你就是要你 C 的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上路直接把那个假子给我通关，你一个人进去打五个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把这阵容，我只能说教练已经尽大力了。你看小虎，兄弟，你们去，这个小虎这个手势，我就告诉你，他已经那个啥了，迷茫了。小虎这个手势的时候，绝对是迷茫期。死耗子已经被打过七了，跳上来，刘星龙这也要交闪啊？自家人全在的，那也没关系，预判没预判到。这波小虎先来的，怎么说，但阿木木这个闪现是什么情况，送了个红，游戏中这里也没闪爆了呀，小虎也自卡也 K 到这个人头，哇阿木木这闪现兄弟绝对是在流泪呀，来了Tarzan 要倒闭呀，被秒了，自卡能杀掉 Tarzan，呼吸也杀不了刺靠的，来了要干，生死看淡，但是这一波李宁机为什么能先开阿木木啊，小虎操作吧小虎，虎大将军，哎呦刺靠的在送，但刺靠的像战神，什么情况，哇这一波李宁机已经够浓血了，这波团战都没用啊，这波团战够浓血了呀，李宁机该空的技能全空了，还能赢啊，来了他在这里也没得跑啊，刘娜到了直过来，被 AQ 带走，有强攻的，跳上来打小虎，这被假子锤真的大半管，但小虎回头一套配合 LED， 自卡可能要送了，但自卡送的那一刻把小虎敲死了，刘青松没有给上复活甚至治疗，这波自卡想送还换了一个，这波小龙看看要逮谁啊，泰尔赞一箭射到嘎啦嘎啦进化直接解掉，泰尔赞这里没有出手，还有两个 Q，微博机这里有奇迹团吗，中野双 C， 李宁这里破壳很失败啊，想放了让假子再发育一下，这个选择也没问题，虽然领先3000-4000块钱，但这波团战就是微博机的最后一波，这波只要不给微博机机会，自己这边越发育越稳， EZ 一个大招把 Light 血量打到一半，他在这波开的不错，航班管航要死了， Light 这里也Scout 这里也被留住，假子来了，但是呼吸哥也紧跟其后能留，微微没闪，微微这里也被射死了，微微倒了嘎啦嘎啦，距离不够，还是被微博机找到了 timing， 比赛是这样子的兄弟们，他们就是打一个运营拉扯往后拖，绕后踢了雷欧娜一个大招，这波团战正面进化解掉以后，他在要倒闭了，嘎啦这里也欧上来，艾希差一下没死，嘎啦这波神勇发挥，自卡在正面，微博机这波主动求干没干成功，死完了，小虎姗姗来迟，小虎说人呢，我队友呢，完了呼吸哥这里也被 EZ 锁住，呜、哦、啊不对劲，还能操作吗，呼吸哥尽力了，呼吸哥没有办法了，奈特走在第一个想寻求的开团，打得很自信啊，但是射了几下发现不掉血，刘青松很帅的一个走位，水银在秒解，牛逼好反应，这样子微博机还是在靠选手的反应去挑战一下李宁机，但李宁机这里只需要等你急，来了微博机开大龙，这波 timing 找得不错，因为没有技能了已经，而且这一九温也没啥技能了，贾克斯踢过来，小虎这里一套打给朱妹，朱妹不怎么掉血，呼吸哥这里直接被打成半血了，呼吸哥 W 只能往后撤，永恩这里大招用吗，不用，还不急，李宁机这里微博机发现情况不对，回头要干呢，这里开到微微，微微这里抢不了大龙，龙阿木不能撑下来，但是后续团战好像还行啊。EZ 一个大招空血，没有人救自卡，自卡这波要倒了，微博机这波团战打赢了，什么情况？嘎啦也只能 Q 上往后，死靠的这波
怎么感觉不对劲呢？这波团是全是空血，为什么微博接大姨呢？你让他一个大招带着队友反冲，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。什么年代，或许不该。Red team's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Blue team's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 Blue team's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Blue team's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这年微博机又来了，直接下路高地，永恩发现情况不对回来了，自卡进去又是中亚，而且这里很肉啊，奎桑你没死，自卡进去没闪呢，中亚也用了要嘎了，微微直接先进场，然后真换掉了，死靠的这波什么都没干，队友打赢了，安博里一步步啊，小虎还在操作，小虎 A 一下被动触发叉一下，战神啊，这波微微配上自卡6400小虎，兄弟这两把下来我只能说小虎真的没问题，小虎他没毛病啊，老铁他没毛病，小虎那就给我赢吧，小虎加油吧，情况不对，这里自卡发现打不动，不跟你打，我要去打团了，兄弟你单带这么牛不跟你打了，自卡直接踢到正面，行这里要早秒了，行技能用得出来吧，闪现走了，太赞，这里 Skull 进场直接逮你的 Light 被秒，嘎啦还能爆炸输出，而且自卡跟中美两个人像战神，两个人又顶了四个人的输出，自卡中间按出来，嘎啦可以输出了，嘎啦输出吧，嘎啦可以输出了，嘎啦没问题，嘎啦可以，嘎啦好一没毛病，还有闪现，来吧输出吧，嘎啦你可以的，嘎啦做不到吗？随便破克两下，微博机就没有办法接团了，斯卡直接在侧面给压力，阿木这不没闪的根本开不到双 C， 自己要被破克死了，这里扯过来留斯卡一个人进场，闪现中亚以后让队友先进，斯高乐来了，斯高乐大招原地斩奈德，飘的一下差一下，但是最后猪妹跟斯卡跟上来，这种团战就是阵容差距了呀，菜刀队又如何，你阵容就是浓的，嘎啦 Q 闪失误没关系，技能随便用用，一会儿这波闪再不用闪现用不掉了，来了小虎还想留一下，看着有点难啊， AQ 五虎，小虎还能跑吗，还有果实再 A 一下，哇自卡这走位细啊，我操牛逼，零放五的团战没得操作啊，这把能打这么久也是确实是有点长，那我们看看啊，全场杀的最高的是兹卡的贾克斯 ，OK， 给大家来一波上电视，好吧，又是七个，来吧，兄弟们，188大米加签名照。